配合中央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，由新竹县提出的竹东执行计划，经过内政部审查过后，限度按说未来处理竹东镇中心河套工厂规划做四年，为本团本期来做，而引出河北省三百天，希望同竹东打造到迄类行卡舒适的客家小镇。对面有气有加盖的一个海港区。今年新年，竹东镇公所安排南京浦江及顺江实体许多竹东镇中心河、客家气球工程，还有四三坑内的蔬菜，甚至都市化的影响，更看不到中心河本来的生态环境。所以新竹县高里秋同南京浦提出竹东执行计划，得到经费补助，打算来恢复河北的生态。现在比较急迫的一些解决的事情，就是沿线有一些违章建筑啊，造成河道的一个紧缩，还有一些安全景观的问题，我们会一并的考量来处理。这个计划按算系投资100公顷到120公顷，一步一步来实施，总经费差不多3亿。除了整理河坝还有搭配违建之外，还会规划生态观察高桥公园、水资源高桥、同好葡萄的九方工程，希望重新打造客家水岸生态。我们预计在11月中下旬里面，我们会发包规划设计表，在施工期间里面可能会受到一些停车的一个拥挤，那我们会在适当的一个位置里面提供一些停车场，疏解当地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需求。新竹县高里秋讲，然后竹东执行计划初步架构已经完成，等规划设计摸出去了后，会向竹东镇公所来做细部的讨论。我算明年初会同天然岩工厂商量招标，希望同竹东打造做清水又适合待人的客家乡镇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